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幕啦。追单音吧。好，捉老鬼的迷魂术果然有用。照这进度来看，不用到指示就可以完事啊。咦，有人来了，这时候应该不会有人来到这里的。难道是？果然是在这里。哇，那是持有头骨。杜尚布下那三阴迷幻阵，原来是为了争这些民夫来此挖掘。我知道荒幽谷的妖气是自然天成，那持有的骨骸就能埋在这里，这当然令想不到了。本座海盗是谁？原来是你们这批小子，连这种大事你们都敢来捣乱，今日叫你们去，来得去不得。先打发这些闲杂人等，再痛痛快快送你们上西天。都给我出来吧！可恶，要打就打，何必对这些无辜百姓下毒手？他们没事，只是被妖术弄晕而已。不过我们若听了单一为所欲为，那可就很难说了。岂能纳他们的二臣？且让俺先劈这老怪物几刀再说。那是当然，上官兄，仙羽前辈，我们上。好，该打了。好，来来来，上官云走左边。先你招蓄个气好了。这里的话先存个档，尸虫先把它干掉一只好了。尸虫，尸虫这只把它干掉，然后不要阴剑瓶，就不要去抢经验了。你错了死吗？应该错了死吧？啊，错没错死？站这里会被……我看一下，不要，先不要站那，这样子好了。紫风站这。好，
怎么又有谁来了？今晚可真是热闹。好强的妖气，平人人在十里之外就见到此地妖光冲天，是何方妖孽在此作怪？哎，来了位和尚老兄啊，不过怎么打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那是来自东海韦国的周游真，我曾遇过一两次，他们多半练有一身武艺，有的还精通降魔咒术，是相当厉害的角色。原来如此，这位大师，晚辈一行正与妖人交战，若你不想被卷入战端，便请先退避一下如何？阿弥陀佛，施主客气了，除要降魔而来，我佛门弟子天子平真焉有退避之理？大师愿意助拳，那真是再好不过，只是敌人凶狠，还望大师多加小心。多谢施主好意，平真明白。妖孽，今日叫你知道我密宗降魔术的厉害。多来一个送死的也没啥差别，今日可要见见东阳修道真的本领，来吧。好，转档。好，风寒月看能不能先把上面一只鬼火处理掉。诶，才47D， 我怕胖雷啊，我怕他吸血。好，我们这样子试试看好了，希望不会死。琉璃心钗、披甲服、鞋鞋。右边的话会被打四次吧，走中间会比较好吧。你等下被法术轰一次，好像也不会比较好啊。真难办，用剑柄要出手吗？不要好了。好，这样。
好，重来，死一只，可恶！目前打到这样，我们快转了，快转了一两个回合了。好，尸虫要留一只。先把鬼火干掉，鬼火的法术已经上到二级了，二级法术了，所以被打一下其实很痛。你没有带赤焰火筒这个饰品的话，基本上你被打一下就是100多滴啊。啊，你有带赤焰火筒的话，基本上应该是打不到你的。理论上 ，OK。又没打死。还是没打死。其实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一只的，这留在这边也，那先让他打一下好了。血气，好，这样。基本上这关没什么难度啦，就捡宝物、走位，这样就而已。所以这关还好。那我想走到上面看能不能打到单音，可以打到的话应该蛮有趣的。因为单音现在的血是7000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的等级可以打得到的，打死他应该打不死，不是应该是绝对打不死。然后这边。估计留两个尸虫啦，用补血升等这样，两个尸虫打我们比较痛啦，打紫风会蛮痛的。好，然后红寒月走上面，仙羽桥哥哥走右边拿这个紫风，原地补个血。快转移动到单音那边。其实我在想，要不要留一只就好了，不然这样紫风一直被打的话，他一直补血，走不到上面。57滴，所以可以扛伤下。好，快转吧。好，走到单音这边了，可是我好像打不到他，这就算了。他也打不到我。那我们就是用尸虫来练功。练剑笔的。法术用完了，气用完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二三，然后先换紫风吧。好，我们再快转一下。好，
好了，不练了啦，累了累了。我们赶快进剧情吧，然后把四种解决掉。那风完月去转化等级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12等，超少。天使已至，四花之魂聚集于此，灵神天魄，反明将士，命令沙迦摩提顿。阿弥陀佛，好重的妖气！这位宿主，这位妖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话说可长了，糟了，答应在施妖法。引放持有果还有邪力，只怕实力威略不可挡，待会快到左手大使之后躲避。知道了。你们也知道厉害吗？比诺达提耶魔杖起。好邪的妖物，看我的。那道光华是方才凭证见那诸侯金子内蕴无方邪气，实是可畏可怖的妖邪法宝。于是自重主张以我灭中破魔金刚举，将之破处破去，讲什么破处？有假啊！大家没听到啊？没想到居然一击成功，大和尚厉害的紧，佩服佩服。听说破魔金刚曲装破鬼道妖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红色金子邪气虽强，却难当其锋。真巧，真巧！本座发觉这魂金原本就是为了释放困缚其中的持有魂魄，凑巧被门不知就里打破。如今魂魄已散南天地，正好省得之后的一番功夫。看来得好好谢谢这位高僧才行。难道说贫僧是帮你倒忙？大师不用介意。接人一向功与心计，上他们当原是常有之事。这和尚自己多此一举，你们倒怪我头上来了。也罢，魂金击破，此行可说是以大功告成，今日就暂且放你一马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站住，别逃。风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忽然觉得有点发冷。身子不适的话，就别勉强啊。对不起，我想我是真的有点累了。诸位，反正敌方已然得手，留在这也没用，我们不妨先回城休息好了。自那朱红金子破上之后，此地的妖邪淡了许多。我想明神妖法在天亮之后自会解除，算前让这些居民暂时睡一下也好了。这位大师，多谢你刚才的相助之恩，若将来还有机会联手共战，届时还请大师多加关照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施主，贫僧现在不请之请，还望你答应。不知大师有何指教？刚才贫僧自作主张以降魔金刚举击破朱红金时，正好遂了妖人之意，虽说此事实是出人意料，但贫僧责无旁贷。这样吧，之后贫僧就与诸位同出共进，直到妖人扶助事情圆满解决为止，不知施主意为如何？大师，这太委屈你了。贫僧身为出家人，跟着各位必有诸多不便，但贫僧心意已决，希望施主一行能够成全贫僧此愿。大师是韦国远来冲突，想必是身负四重要务，如此跟着我们东奔西跑，可是妥当？这倒好说，施主言道贫僧杀心太旺，恶根未除，若来中途佛事清修，或可修成正果。因此由师尊刘叔推荐来投附近的灵觉寺，贫僧虽想趁此机会精简中土佛经，但既有妖人祸乱中土，除灭皮等才是当务之急，月经修法倒不急在一时啊。大师一番免疫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敢问大师尊名法号？多谢施主成全，平均法号正印，今后就请诸位多多指教了。大师客气了，现在风姑娘身体不适，咱们先回城内歇息如何？本是当干如此，难怪那刚才妖人虽用遁隐之术逃走，像是逃得不远之故，此刻还能察觉他妖气
思想去向，如果要追的话，趁现在要追应该还来得及。虽是如此，但林大哥，这回若再让他逃走，以后就不知何时能再遇上他们，机会可失，这么快追便是。可是你的身子，林大哥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我心领了，但眼下还是先追敌人要紧。正义大师，这就请你带路。跟我来。啊，结果要带路，我们还是先回城里啊。哈哈。好，我们先把一些行囊放回不要的东西先放到我们的行囊里面。真跑。这有必要买吗？还在想，先不要换好了。好了，给子峰换。血雨超，然后再来上官员，然后凤寒月，凤寒月应该不用换吧？古文化玉，烈。那也要三十，风寒月，风寒月，凝滞针法不用，烈五十，烈也五十了，训跟神要四十，上官远的话，训跟烈要四十跟六十，然后再来是训三十。紫风的话，紫风反命之阵，神器流转，雷影之术，五雷阵法，神五十，五雷阵法要列三十啊，要三十，所以神五十，争议没有。OK， 好，那这集到这边啊。好，喜欢频道，欢迎频道左上方的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接着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是啊，拜拜。